那篮球自创看到现在已经7个多月，这段时间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在新的一年，我们也希望带给大家更多更丰富的一些内容。那就请大家多多继续支持我们的体育篮球室啊。然后呢，那影片的部分呢，相信大家也看的话挺爽的。对，就是我剪的。那希望在新的一年也可以为大家就是多多剪辑的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蛇年行大运，拜拜。